恭喜發財！嗱，農曆新年咧，四圍都係咁熱鬧啦。不過呢日再加埋 Jackson 黃嘉怡喺度，氣氛一定更加高漲啊！韓國男團 GOT7 成員黃嘉怡不單止唱歌跳舞叻，連冧粉絲都相當拿手啊！佢呢日就親手為幸運粉絲食湯圓啦！Jackson 难得翻香港过年，梗系想一家人团团圆圆一起过啦，所以呢日爸爸妈妈都有到场支持啊！爹哋妈咪嚟到现场咧，你会唔会兴奋啲，定系更加紧张？其实冇啊，已经好多次演出，我阿爸阿妈都喺现场咧，即系已经系惯咗啦。系啊，尤其是阿爸好凶狠嘅眼神望住我表演，即系我喺台上好 high 嘅，又又又又又，之后我爹哋。除了 Jackson 之外 ，Super Moment 邓小可和黎晓阳都以歌声同大家拜年啦。